大家见唔见到呢个人好串啊？大家见唔见到佢可以做到连续连续性咁赢？今日咧，其实咧，我系邀请到两位同学嚟分享一下心态，心态呢样嘢。我哋讲，今日我系想邀请到两位同学出嚟同大家分享心态呢样嘢俾大家听。两位同学咧都系做一个棋子嘅，咁前人咧其实行过呢啲路出嚟咧，其实系 work 咧。咁我哋应该系去好好学习。咁系咩咧？咁我哋目标其实即系赚钱啫嘛。同埋同学有冇听过一样嘢就系、是、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？咁系想讲啲咩啊？你